不是廖北啊，我要去跟麦长说钱在你们那。你们当阿北讲哦，不要这么凶。阿奇，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嘛。哎，麦长，小姐啊，走，麦滚，你有够不得用的。好啦，不要冲动嘛，我还钱就是啦。你不信吗？是不是越来越猜不透我的想法呢？你真的要还钱吗？中午罚站的时候，我脚站得都快起水泡了。如果再不还钱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机车白长要出什么招哎。我妈姐的心肝哦，大概人叫那个变态来拉针，你才要把钱提出来还。哎呀，那么什么时候还钱？今天吧，不然明天，看我心情喽。哎。今天还，今天还，好不好？是你说的。好，那你不会去找班长了吧？希望你说上算话，不然我一定去找班长。好好，没问题，放心。幸亏被我拦下来，要不然我们死定。钱都没花到就要还，电动别开。我说今天还，就真的今天还了。